的手感摸起来有点小小的磨毛，但是不是毛衣，也不是厚的，因为里面都还是滑凉的。它就是一件很舒服的宽裤， SML 都可以轻松驾驭，长度很棒。我现在穿的大概是中腰，我穿穆勒鞋，小个高个踩高跟鞋、低跟鞋、平底鞋通通都可以。然后这条裤子因为克数有加重一些些，所以你发现它不会贴屁股在身上。我的咖色不是那种巧克力咖，是有一点灰咖灰咖的，不是那种标准的巧克力色。裤子本身一样还是有一点点微弹性的，然后重点是它有做口袋，它也不会贴着，给你们看在后面。长度我163穿的话是稍微盖到一点点我的脚踝左右，所以如果是身高150几公分的女生穿的话也是绝对 OK 没有问题的。